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24号的大台东地方新闻，我是方家伟。丰田国中足球队在今年全国11人制足球联赛中为台东抱回了首座的冠军奖杯，也让各界重视偏乡足球的发展。除了获得体育署4000多万元的经费来整建设施之外，24号也举办了足球三级衔接座谈会，县长饶庆麟特别提出了三项困境，而体育署署长高俊雄则是回应三点均衡区域发展的策略，希望能够协助育才以及留才的工作。谢谢。颁奖杯献给台东县长饶庆麟。丰田国中足球队在今年4月全国国南组11人制足球联赛中一脚踢下冠军之位，而亮眼成绩背后的磨难也让各界再度关注起偏乡地区足球运动的发展。24号上午，由立委高金素梅邀集体育署、台东县府和足球队学校校长以及教练，共同针对台东足球升学三级衔接进行座谈。而会议开始，台东县长饶庆麟就抛出育才、留才以及缺乏经费补助三项困境。高中职这个部分是不是能够完全衔接，能够让台东县的孩子全部在一起？我觉得这个是必要吗？还是这个是最好吗？这个是一个，他的表现就很杰出，比如说在国二、国三其实就相对杰出，外地的早就已经在看好他。对此，体育署长高俊雄表示，中央政策强调区域均衡发展，主要透过强化诱因、推动区域联赛以及导入运动科学三点，作为协助偏乡远乡地方体育班。或者没有体育班，但是你有代表队啊，在这个学校啊，我们有软体上，第一个呢有防护员，那不仅照顾你们的国中，一并小学一并帮他照顾。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运科的协助，那当然运科协助高中以下自己要维持运科中间非常困难，所以我们是透过大学它可以来协助。足球运动版图至今已经扩展到接近全球的地步，但这股热潮在台湾似乎只显现在年年攀升的运动彩券投注金额上。各级选手层层的衔接培育制度，何时才能跟上需求的脚步？相关单位还得多费心。记者肖佳慧台东市报道。